你睇到充分睇到巴西啊，森巴足球啊，喺人堆當中都可以做個咁靚嘅撞牆啊 ，Ricky 啊。係啊，咁即係香港嘅球迷未必，我睇埋呢球波先，右手邊司徒，哎呀，真係有機啊！哎呀，真係可惜啊！黃振宇咩事咧？呢個波，哎呀，呢個波如果掉牌仲好啊，叔啊！呢個波如果聰明啲咧，黃振宇咧啄高佢。一剁過頭入噶啦，呢個波佢剁唔高，你估佢唔想剁啊？食死咗個波啊！好啦，仲勢好咧就係開角球啦。哎呀，雙錘咧打出啊，施殺，係好定啊！